去做处理？目前他的资料上传的部分，我们已经在协助他，因为期限是到明天。那资料上传完的时候，现在会看孩子恢复的状况，来跟大学做一个联系，看能不能尽量协助他。如果说要面试的话，有没有其他的方式可以让孩子来进行？老大昨天做完高压氧的治疗之后，他的状况是蛮稳定的，目前意识也是清楚。那个老三哈，那个昨天来到医院的时候，其实他可能是有点受到惊吓，所以有点躁动。那昨天下午的时候是有进行高压氧的治疗，目前情况也比较稳定。那老二现在是还在昏迷啦，好，所以他目前情况是这样子。我也转达了，就是学校同学跟老师对他们的祝福，让他们能够心理上感觉到一些慰藉，然后也期待说他们能够尽快回到学校来。我有转达说，学校同学很希望能够尽快看到他们。